提倡再生医学的百里斯丹不止在北美开设新分会，同时还推出 CD34 活性蛋白高效营养辅助健康饮，并邀请会员一同学习再生医学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预防疾病。这种 Beauty Sand Biomedical 我们希望提供，就是在LA 这个地方或在加州这个地方，我们说关心再生医学还有预防医学这一些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咨询的服务哦。那这个咨询包含就是说变成 member 之后，我们会有这个营养师免费的咨询，每个月免费的咨询，那当然还会有这个频谱的检测哦，生物频谱的检测。所以其实目的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有自己的concept， 就是说我现在身体的状况到底怎么样，这个再生跟预防到底可以帮助我们什么。传统医学往往呢都是减法的概念，当事情发生遇到之后我们再去试图的去消除它，但是预防跟再生医学它是完全不同的 idea， 它是我们未雨绸缪发生之前我们先把这个 solution 先 prevent 起来。百利斯丹首间北美分行选在南加州华人聚集的亚凯迪亚市，希望透过在台湾成功发展的营销模式，继续帮助美国中壮年与年长者保持身体健康。那要成为Beauty Sand Biomedical 的会员呢，我们就是可以向我们的客服这边来去做报名，或是找到我们其他的这个已经是 Beauty Sand Biomedical 的会员，他们也可以进行这样子一个 recommend。我们属于会员制 VIP 会员制的哦。那每个月当然就除了免费的营养师咨询之外呢，我们当然都还有定期的也是免费的这个 biofeedback 的生物频谱检测，那会有专门的频谱师或者说营养师来去做这方面 data 的分析与咨询。成为百利斯丹会员，不但能享有产品优惠与定期的健康检查，且能方便会员时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获得专业的讲解与解决方案。那成为 Beauty Sand Biomedical 的会员呢，我们当然就还有定期的，比如说像健康讲座，还有一些 SOSA或者说跳舞的课程，或是瑜伽的课程 ，social dance 的课程，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在学得新的知识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让 physics 让身体呢能够好好的动一动啊，能够好好的学习，因为在不同的不管是知识上还是心灵上，这都是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给 member 很好的一个服务。提醒观众，保持健康的方法很多，除了健康饮食、管理压力，还要有充足的睡眠，以及避免吸烟与饮酒过量。此外，观众还可以直接拨打百利斯丹北美专线888-341-7505，了解产品优惠、免费健康讲座以及多元的趣味课程，在获得健康的同时，也得到心灵满足。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